刘培元的常识宝典，从地图看印尼啊，印尼我们一般华人不太了解，因为它是东亚啊或者东南亚边陲地带啊，这整个是亚洲啊，亚洲这整个，那这边是粉红色的，是印尼啊，最南边啊，离中国大陆也很远啊，离台湾也很远，都很远啊，这整个亚洲啊，那当然东北亚是日本韩国了啊，东南亚啊，东南亚就是中南半岛加上马来西亚印尼啊，东南亚，然后再往西边走就到印度次大陆了，然后到这个中亚啊，中亚西亚，西亚最后到土耳其这边，再过去就是欧洲了啊，所以这整个亚洲，但俄罗斯最大，可没用，俄罗斯的地没有用啊，冰天雪地啊，那中国啊，中国地很大，800多万平方公里，可是没什么用啊，真正有用的只有啊这一带啊，只有这个大概就四分之一吧啊，甚至四分之一不到啊，那真正你把山全部扣掉，真正可以用的话，那大概是百分之多少也百分之十几而已。像台湾也没什么用啊，台湾10%是山啊，是山，那十分之七三啊，十分之三是平地啊，平地，可是平地还有很多河流啊，河流也用不到啊，还有很多也是没有开垦的啊，所以地球上看起来很大啊，可是实际上用的很少啊，所以人类只居住在地球上的一些都会区而已，把都会区拿掉啊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地球上大部分土地啊都没有利用的啊，没有利用的啊。有利用的就是带两个了，一个都会区人住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啊平原啊，就是种田种庄稼啊，只有两个，大部分都用不到。那印尼呢啊，这一块粉红色的印尼很复杂啊，因为一方面距离中国台湾比较远一点啊，然后跟我们华人啊人种语言什么都不一样，信的宗教也不一样，什么都不一样，简直就是啊，当然他是外国人没错，但是另外一种人种啊，然后政治上啊，跟台湾没什么关系，跟中国大陆关系近一点，因为中国强嘛啊，但是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我们这边顺便了解一下，就东亚啊，东北亚是日本啊，韩国，那韩国南韩了，北韩啊，北韩叫朝鲜啊，台湾在这边啊，这个啊，香港在这边啊，然后呢，中南半岛就是从最东边了 啊就是海岸线最长是越南啊。越南，然后呢啊，就柬埔寨、辽国啊、泰国啊，泰国也很大啊，越南、泰国的比较大，然后缅甸也很大啊，但缅甸是军政府啊，等于是没有民主自由，所以外界知道的不多啊。泰国比较自由啊，所以中南半岛大部分都比较不自由啊，泰国算是自由一点啊，但是相对的也不是很自由，但相对的算自由了啊，就至少观光可以啊。越南以前是封闭的啊，现在好一点啊。然后这个马来西亚啊，马来西亚是西马啊，东马啊，就旅游也方便啊。菲律宾，所以我们就是讲旅游方便的，我们就觉得比较亲近一点啊。菲律宾自由可以去观光，印尼、马来西亚都可以啊，泰国也可以啊，其他就比较不方便，缅甸啊、辽国啊、啊柬埔寨比较不方便啊，像越南方便一点啊。这是整个从亚洲啊，亚洲来看这个印尼啊，这印尼很复杂啊，你看这个。印尼面积很大，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啊，分散的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文字哈，会比较了解一点啊。我们看了解一下印尼，印尼啊是有17500多个岛屿组成，哇，17000多个那还得了啊？当然大部分是小岛了，大岛没几个啊，但是岛屿很多啊，岛屿有甚至有些是无人岛啊，无人岛。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啊，印尼这个很特色啊，世界最大群岛国家，17000多个岛，很多啊，所以有些这个欧洲的欧美富豪啊，喜欢买小岛啊，政府如果比如说印尼，还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了啊，就是小岛多国家，他愿意卖啊，找一个无人岛啊，或者人很少的啊，富豪就买了，上面建豪宅啊，也有这种情况啊。也被称为万岛之国啊，它人口不得了，2.7亿啊，世界排名第四啊，第一当中国大陆啊，第二名差不多了，可能现在也被印度赶上，都差不多14亿啊，第二就是印度，中国印度都差不多14亿，两个去争谁第一啊，
看起来是之前是中国大陆第一啊，这些排名不知道，也许哪一天就超过了。啊，第三就是美国啊，美国3亿啊，第四就接近了印尼啊，2.7亿接近，再来就是日本啊那些其他国家，啊，面积191万平方公里很大，你看台湾才3万3万6。啊，中国大陆以前那个包括蒙古的时候是1100多啊，那个外蒙古独立后剩800多，这以前叫民国的时候叫秋海棠，后来外蒙独立以后变金鸡啊，啊，面积世界第16也不错啊，它就表示人口多，世界第4啊，它世界上人口数量啊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啊，是伊斯兰国家不是在中东吗？是没错啊，那边中东多，可是呢，最大的伊斯兰就回教国家居然在亚洲啊，东南亚最南边的这个印尼啊，印尼，所以伊斯兰教很复杂，所以只要是宗教都很复杂，佛教很复杂，你这佛教是释迦牟尼啊，那然后后来进入中国还分大乘，还分小乘，啊，大乘佛教是中国啊，然后又南传然后这个又是那个又是那个西藏啊，喇嘛教。啊，然后东南亚又是小乘佛教，然后中国大陆有十宗啊，天台宗、华严宗，十宗很复杂，啊，基督教单纯吧，也复杂的不得了，啊，有天主教啊，天主教还简单一点，就梵蒂冈，啊，然后那个基督新教好复杂，什么宗什么宗，什么浸信会，什么灵粮堂，啊，又复杂的不得了，啊，伊斯兰教相对的简单一点，可是吵得要命，主要分逊尼派跟什叶派啊，大部分是逊尼派啊。就是当初为了他这个他的那个先知啊，那个叫穆罕默德啊，他这个死掉以后到底要传位给谁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吵了半天啊，究竟是给这个亲戚啊，给那个亲戚啊，啊，就为这个吵到现在还在吵啊，逊尼派跟什叶派啊，逊尼派比较多，那最大什叶派在沙特阿拉伯啊，这边是大致上一个印尼的啊大致的情况。那我们看看从地图看这个从地图看印尼，我们先前面先看了亚洲它在哪里，然后呢这稍微近一点啊，这解析度不是很高啊，但是大概还看得清楚，把它放大，所以你看印尼啊最南边啊，印尼你看小的群岛不算啊，我们就大致上讲了啊，印尼呢啊，你看最左边这黄色全部是印尼啊，印尼包括几个啊，这就是一般人最不了解了，印尼最左边这块狭长的叫苏门答腊啊，苏门答腊大家说哎听过，好像听过苏门答腊，就是这一块啊，苏门答腊，然后呢这一块右这个苏门答右边这块很大啊，这块我们叫爪哇，哎爪哇也听过啊，爪哇就这里，但爪哇呢那个印尼人他不叫爪哇啊，以前我们中国人叫爪哇，印尼叫它加里曼丹啊，加里曼丹我们比较不熟啊，我们就记住爪哇啊，我们中国叫爪哇啊，印尼人叫加里曼丹啊，这两个大地方。那这一块呢，这个狭长的这一块呢啊，叫做婆罗洲啊，不是婆罗洲这个啊，爪哇啊，更正一下啊，爪哇是在这里啊，爪哇这一块啊，这个是婆罗洲啊，所以这个苏门答腊在左边啊，然后呢啊，这叫婆罗洲。啊，我们中国以前叫婆罗洲啊，跟正刚讲爪哇讲错了啊，这个一下记错，爪哇跟婆罗洲的时候会搞混啊。婆罗在这里，中国人叫我们叫这个婆罗洲啊，那印尼人叫加里曼丹啊。然后那个爪哇是这一块啊，爪哇，但这一块你不要看它小啊，啊，不要看它小，首都在这里啊，最繁华的地方是在这一块啊，就这三大块啊，苏门答腊。爪哇啊，首都在这里啊，吉隆坡在这里，爪哇啊，然后婆罗洲啊这一块，印尼也是叫加里曼丹，婆罗洲刚讲错了，讲成爪哇，更正啊，婆罗洲。然后这一块呢，我们华人也比较不清楚啊，这一块叫做什么？叫做这个苏拉威西啊，苏拉威西我们也比较不清楚。然后呢，第四块这边呢啊，这边叫新几内亚啊，新几内亚啊，巴布亚新几内亚。那新几内亚它切成两块啊，东西两块啊，东方这块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，跟印尼没有关系啊，但是同一个在这个大的岛上面。那左边这一块呢，就叫新几内亚啊，所以新几内亚
它有两个，一个是东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单独的一个国家啊，那左边这个新几内亚就是印尼的，就叫印尼新几内亚啊，这东帝汶是另外一个小国啊，跟印尼没关系。然后它包括另外两个小的群岛，大概就是啊，在这个爪哇，爪哇右边啊，这些很多的群岛啊，这边群岛一般我们叫做那个字很难念，小逊他啊。小逊他群岛那个字很难念啊，就是我们说转写东西那个转少掉提左边那个小逊他啊群岛在这边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大概这一带啊，这一带另外一个群岛叫做什么，叫做这个啊马鲁谷啊，叫马鲁谷群岛，就大部分的六大区啊，就四个等于四个大洲啊，啊四个大的岛加上两个小群岛。我们再看一次啊，最左边叫苏门答腊，南边首都在的这个地方啊，叫做爪哇，然后婆罗洲，我们中国人叫婆罗洲啊，印尼人自己叫加里曼丹啊，这个叫苏拉威西啊，这些岛的名字有时候会搞混，有时候一下记不清楚。然后这边这群岛叫小逊他群岛啊，这边的群岛呢啊，那个叫马鲁谷群岛，就是六部分组成，四个大岛再加两个群岛啊，当然还有其他小群岛就不取名字了啊。所以这大概就是印尼的一个啊，大致上的分六大区域。然后我们这边再看啊，这边我上面不要管了啊，你就管下面这个粉红色的啊，因为西马东马上我们前面有介绍过，西马东马，西马是马来西亚分西马东马啊，西马跟泰国接啊，东马是跟印尼接，所以这一块是马来西亚跟印尼没关系。好，这边就是苏门答腊啊，苏门答腊在这边啊，爪哇岛在这边啊。加里曼丹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婆罗洲啊，婆罗洲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啊，这边有写啊，苏拉威西啊，苏拉威西啊，然后这个新几内亚这四块啊，然后这边就是这边地图上没有写叫小逊他群岛在这边啊，这边也没写出来叫马鲁谷群岛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六个大岛啊，跟这个两个群岛啊，它是印尼是有这样组成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大城市啊。我们先看爪哇，就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就是印尼首都马，这个雅加达在这里啊，它字是写在这里，但是它的地方在这里，雅加达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是在啊，是在爪哇这个地方啊，首都在雅加达在这里，然后万隆也是大城市，然后泗水是应该是爪哇第二大城市，第一大城市雅加达，第二大城市泗水啊，应该是第二大，在泗水在这边，第三大就是万隆啊，万隆在这边啊，然后日惹啊这几个大城市啊，啊它的精华地区在这里。那你说这个苏门答腊什么？我们再看看啊，苏门答腊啊，苏门答腊就这一块啊，苏门答腊。然后这边看呢，苏门答腊有算两个城市比较大一点吧，一个是北边的棉兰啊，它是苏门答腊第一大城市，棉兰在这边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巨港啊，巨港这只有两个城市啊，所以苏门答腊算比较、啊、偏僻一点啊，地方不小啊，可是比较啊政治经济中心都比较弱一点了、啊，真正强的政治经济是在啊爪哇这边，所以苏门答腊看起来比它大啊，可只有两个城市啊。北部的棉兰跟这个、啊、东南的巨港、嗯、然后婆罗洲啊，婆罗洲那中国人叫婆罗洲啊，啊婆罗洲就这一块啊，婆罗洲这整个这一块，它北边是东马啊，是马来西亚婆罗洲，那婆罗洲呢啊，印尼人自己叫加里曼丹啊，它就是比较大的几个城市啊，啊就是西边的昆甸啊，昆甸这华人都不太熟，马城啊，啊，帕朗卡拉亚啊，这几个比较大的城市，它也是比较弱啊，政治经济比较弱，地方很大，但是也不是中心啊，中心在爪哇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苏拉威西，华人也不太清楚，苏拉威西啊，苏拉威西就这一块啊，啊，苏拉威西这一块啊，啊，它几个大城市啊，啊，大一点相对的，啊，就是啊，帕卢啊，这个帕洛坡啊，肯达里啊，旺加西啊，旺加西比较大一点，这几个地方啊，那其他都是一个群岛。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说啊，第一个，印尼在边陲地带，在亚洲啊，东亚最南边的啊，然后它是
世界人口第四大的，人口很多。然后呢，地形啊，这个岛很复杂，四个大岛加两个群岛啊，所以就分乱七八糟啊。它就分着一二三四啊，四个大岛跟两个群岛。然后呢，四个大岛就是最西边的苏门答腊啊，这我们听过，爪哇听过啊，加里曼丹没听过啊，但是讲啊，婆罗洲啊听过啊，然后这边是苏拉维西没听过啊，新几内亚啊听过，然后两个小群岛啊，小逊他群岛跟马鲁古群岛啊没听过啊，就四个大岛，但是它的中心呢啊，整个政治经济中心就在爪哇岛啊，爪哇这一块。啊，因为他首都在这里，还有三个大城泗水，啊，万隆啊，日惹这几个，啊，巴厘岛是在这里啊，巴厘岛度假胜地，印尼巴厘岛度假胜地在这里，啊，然后呢，苏门答腊啊，地方很大，可是荒郊野外，鸟不生蛋啊，只有两个城市，那么大地方啊，其他都是什么森林啊，啊，没什么用啊，但是当然天然物质是很好了，印尼、马来西亚都出产橡胶啊，这个还有出产石油啊，印尼出产石油啊，自然资源是很丰富啊，可是人少，人苏门答腊只有棉兰啊跟巨港啊，婆罗洲也是地方很大，但是也都是森林啊，啊没什么用啊，这只有几个城市啊，几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坤甸啊，这些马城这些啊，然后那个苏拉威西也是啊，地方也不小啊，也是地广人稀啊，这个所以他们人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爪哇，集中在那边啊，啊这几个城市都不大，旺加西啊、帕鲁啊几个城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啊，印尼啊，因为我们一般对印尼啊地方啊各方面啊都不是很了解啊，印尼又复杂，到底这个几个岛啊，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然后首都啊啊，这个雅加达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一般搞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这一期就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啊，从地图看印尼啊，对整个印尼啊，四个大岛啊，两个群岛啊，首都是在这一块，对这边有个基本了解。所以以后啊，你说碰到印尼人啊，或者跟人家聊天啊，聊亚洲啊，或者外国人来，你跟他介绍，他说我对你亚洲不了解啊，一下聊到菲律宾啊，一下聊到印尼啊，一下聊到马来西亚啊，你就稍微可以稍微了解一下，你就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大情况，就长一点啊，长一点知识。好，那我现在15个 YouTube 频道啊，麻烦15个人全部按订阅啊，这一集讲到这里。